会防范 COVID-19 社区感染的风险，再次提醒集会活动之主办单位应依循指挥中心公布之 COVID-19 因应指引，公共集会的因应指引，岁末年终各地密集举办大型的集会活动，考量集会活动通常人潮拥挤，长时间且近距离的接触，具有高度的传播风险，一旦出现疑似个案或群聚事件，当会提高我们防疫的难度。会防范 COVID-19 社区感染的风险，再次提醒集会活动之主办单位应依循指挥中心公布之 COVID-19 因应指引，公共集会的因应指引，妥为评估该活动举办之必要性及相关风险程度。若决定主办，应订定完整的防疫应变计划，落实防疫相关准备及措施，若无法于活动前严格执行完整的风险评估，并规划完善的防疫配套措施，那指挥中心强烈建议取消或者是延后举办。